松山机场挤满愤怒的金门乡亲，抢不到大选当天机票，清晨5点来排队等候补。原本民航局告知已经协调军机协助，没想到却是乌龙一场。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啊，被他们耍得这样。等一个多小时在那边划账，12点半就来宣布我们说解散了，说那个国防部不同意。期待军机疏运，结果却是一场空。投票日一早，松机挤满候补人潮，上午10点半，民航局通知可搭军机前往金门，旅客纷纷取消候补，改搭军机，还缴了1000元。原本12点要登机，到了12点半，突然又说取消。那军方也有半杯临时任务状况，没有办法配合。我们也很遗憾。最后虽然重新安排候补，但仍有人搭不上飞机。更惨的是，最后补位抵达金门已经接近4点，根本来不及投票，民众气炸，怀疑有人搞鬼。然后非常生气，是有人搞鬼，可能是有利人士把他压下来了，让他不能飞。他叫我们出来的时候，便当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等于说他们给我们知道。然后民航局甩锅军方，说临时有任务，但国防部却说从头到尾没有同意，飞机根本在屏东基地，没有先期协调。民航局临时在今天上午通知，希望能够派出军机，这种状况国防部没有办法去支援。不过时间回到上午10点多，明明有告示牌大大写着国军支援，工作人员也都挂着空军识别证，现在双方却互踢皮球。我这边是严重高度的怀疑执政党中央是公然的借选，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奥博。军机突然不飞，究竟是谁在借选，民众都看在眼里。就姚向陈贵 SNG 小组台北金门报道。